我觉得景琰是一个非常舒服的一个女孩子，跟她拍戏的过程也是很轻松很愉快的。然后她每天中午她都会准备一些吃的，所以我每天基本上都会去蹭她的饭。对，很愉快的一次合作。首先我觉得她是一个很直爽的，同时她是一个非常拼的。她每天可能睡不到多少时间，但是她从来就是不跟别人说他有多累。觉得应该是景琰吧。靠蓝钻进组的时候印象最深，我当时在化妆，因为他已经定完妆了嘛，然后他在后面拍了我一下跟我打招呼，我一回头，哇，我觉得好漂亮的一个女生啊。但是呢，私底下呢，她又不是一个女神范儿的这样的一个女演员，然后天天在现场，就是感觉每天都捡到100块钱似的，每天都非常的高兴，所以我觉得是一个特别舒服的女孩子。应该是《皓镧传》里面的银子楚，银艺人，表面上看起来可能比较温文儒雅一点，但是其实内心有很多自己坚定的东西。